明星互撕起来有多恐怖。节目中宁静和乐嘉为了一个选手直接开撕，如果我要是像他这样错失的话，我会离开，永远离开这个行业。他没有，他坚守在这儿。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坚守吗？我告诉你他为什么要做。你不要替他讲，你为什么要这么愤怒呢？他本来可以拿到奥运奖项的，明白吗？你不要这样讲，他拿到了世锦赛冠军，是这么好拿到的。世锦赛跟奥运会是两码事，没有拿到过。在舞蹈节目上，金星和杨丽萍也曾因为选手当场互撕。我们在座的几位是决定不了，不能评判你们是否是好舞者。杨老师，我们做的微商必须得评判，要不白拿这个工资了。我们就是做导师评判的。这段舞他们俩跳的就是不好。随后，杨丽萍怒拍桌子：“我喜欢这段舞，怎么了？”但杨老师，我不喜欢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个台上，不能这么说。我们是工作，我可以什么都不说，我不举票。可以，但是你不能代替我。我没代替你，杨老师，我何德何能能代替你？我对你有无限的尊重，但是游戏有游戏的规则。幸好最后主持人及时叫停，不然事情怕是无法收场了。在音乐节目上，音乐制作人金武林作为评委故意恶心张韶涵，还不断给评审施加压力，吴克群绅士出手：“金武林老师，我觉得你说得很对，这是一个比赛，这个比赛的话不会有人比完赛之后一直转过去跟评审说你们要坚持啊，你们要做什么啊，不会的，不能够去讨好评审的，不能够去问他们要做什么，这是应该要做的，这才叫比赛。”